建立之看了神奇宝贝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观察爱与智者时的邪恶，可爱又灭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鸭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今天跟他们跟基友们录的那期神奇宝贝黑屏，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再来录一期，怪我了。好了，别的不多说，咱们那个先说一下吧，说一下跟他们录的那期的变化，就是我的那个小青蛙已经进化成甲贺忍蛙了，而且已经是找过光头给他们都更新了一下技能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由于是我一个人，所以咱们先火恐龙可以进化了，火恐龙再升一级就可以进化了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四十级的野生训练师，你给我别跑。飞水手里剑，这个技能是什么？这个技能是那个英文技能，按照之前的解释，就是反正是看不懂的技能应该都挺屌的。什么鬼，一个自爆技能直接把我小青蛙弄死了吗？烈焰剑圣，再来个烈焰剑圣，躲避了攻击，漂亮，火焰牙，哇，躲了几个技能啊，龙之怒，再来个龙之怒，漂亮，烈焰剑圣，哇，好疼，上把裂空座，裂空座的这边显示了那个 Mega 进化，但是点这个 Mega 进化好像没什么卵用啊，应该是需要那个进化石，或者是学到那个化龙点睛才能 Mega 进化的吧。我刚刚好像看到了那个小猴子，可以把它抓了送给啥的黑，等一下，咱们先等这个火恐龙进化成喷火龙，失败了吗？阿西吧，大哥，失败了，原因应该是他挂了的原因，治疗一下，刚好我身上有一个其糖果直接喂给他吃了吧，来吧，成功进化吧，哇，好大，我的妈呀，我站着才到他的腰上啊，等一下，再去看一下那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个是刚刚给我的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刚刚给我的。小猴子站住，别跑！11级的小猴子可以直接丢球抓了。超级球！哦，没有交换机，那打死算了吧。还有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之前打那个Mega 进化的猎咬露莎爆的，这个板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这板板有知道的小伙伴吗？这里还有一个训练师，我的妈，什么鬼，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这只裂空座如果能抓到的话那就好了，丢，漂亮，上把裂空座，神速，就你有神速是吧，我也有神速，
还要睡觉回复技能，过分了啊。还好这一季的神兽终结者不是最先落在我的头上，这龙之宝是可以给裂空座带上的。看一下，等晚上吧，晚上看咱们能不能等到那个原路杀。居然是在黎明的时候出现了裂空座的刷新提示，看来这一季的那个神兽的刷新好像又是乱的。臭不要脸的，居然让我中毒了，飞水手里剑。充电光束，哇，它是雷系的吗？看一下现在10000多的金币，咱们先去买点球吧，有没有高级球卖。哎，有高级球，可以买9个，漂亮。铁掌力士，哎，那个应该是勾魂眼吧。其实这游击拉，这杀击拉可以抓的。恰雷姆，周围还有吗？好吧，等了一个晚上都没等到他来找我再续前缘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，铁椅。哎，这有个训练师，打完这个训练师就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我这条死鱼打我这么痛，这死鱼。别告诉我全都是鱼啊。烤鱼还是鱼，哦，卡玫瑰，火焰牙，哇，好疼。龙之怒，再来个龙之怒，龙之不动，走你。好了，咱们就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那个 boss， 这是传送 boss 吗？既然看到了就挑战一下吧，万一他给我一个大死球呢。罕见 boss 上吧，裂空座82级，龙之不动，我速度这么快的啊，神速。咬碎，再来个神速，应该是可以把它干掉的，漂亮。劈开啊，火花不要。哎，凹凸头盔，漂亮。路卡利欧，来吧，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次我不会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。